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，但我发现他总是有事情瞒着我，而且和前任也是藕断丝连的。他总是怀疑我，总认为我和我的前任之间还有关系，我觉得就是他太多疑了。我曾经在别人那儿受过伤，他明明知道什么是我所在意的，却屡屡触碰我的底线。一开始他管我，我觉得是因为爱我，可他现在变本加厉，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。我希望他能给我个解释，到底为什么要一次一次的欺骗我。掌声有请这一队，有请男嘉宾小吴，23岁，来自湖南空管；女嘉宾小熊，24岁，来自江西教师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谈恋爱谈了多久了？一年多了吧。一年多，怎么认识的呀？我俩也算是朋友介绍的吧，因为那会儿我刚好跟前女友分手，朋友也看我那难过的样，就是说介绍一个女孩子给我认识啊，她也喜欢我，我也喜欢她，之后就在一块儿了。小片里说你这个曾经情感受伤是吧？对啊。受的什么伤啊？那主持人，我先跟你说说我前女友的事儿吧。哦，啊，就是、我跟我前女友那会儿 啊相处特别甜蜜，我对她什么都比较放松，结果呢，她跟她前任不仅藕断丝连的。哎，结果后来打电话啊，什么微信啊，之后越来越变本加厉了。后来他就把我抛弃了，这前男友走了。哦，你的前女友跟他的前男友复合了，对吧？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所以你很介意这个有前任，是吧？我很介意啊，当时啊。然后他当时跟我说啊，我没前任，但是我好开心啊。所以你跟他说是你没有谈过恋爱的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啊，因为我的话是陪他一起走过来的嘛，那段痛苦的日子，所以我深深的知道就是他会很介意什么，所以我哪敢和他说，因为我当时已经很喜欢他了，我要和他说那不就完全没戏了吗？哦，现在怎么了呢？因为当时吧，我俩就是他也理解我，就是怕我担心，我们俩就 QQ 微信什么都互通。那天我就上他 QQ 嘛，就看见啊，有个男的嘛，就隔三差五的老想加他，他又在拒绝状态。我是他男朋友嘛，我肯定受不了有那种陌生的男性是吧，去加他，去骚扰他，我就去加回去嘛。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啊，完了，是他前男友。在你这我又塌了一次啊，我那会儿简直是崩溃状态啊。我不是他有前男友联不联系啊，不能说他有前男友你就崩溃嘛。虽然他拒绝，但是后面问他，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前男友，他跟我说还是跟我没有。我说那这个人是谁，他跟我说是陌生人。我说你这看这证据啊，你这你们找遍了。我也没加他嘛，一直是拒绝状态，而且就是等于你前男友要加你，你拒绝。对，一直是拒绝啊。但我脑子里就是无限遐想，我总感觉他能有点什么。因为那会儿我们又异地嘛，我在上学，他那会儿毕业了。我当时就说啊，我俩分手吧，我说我也不想跟你多说什么的，但是我特别生气。然后后来第二天他就跑来见我了，你说当时我那个心软的呀。然后他也答应我了，他说啊，我绝对不会跟自己前男友再有任何联系了，我保证。他这么一说了，我当时我也挺喜欢他的，我说那好吧，咱俩又等于你知道他有前男友之后，你跟他分过手，对，他又把你追回来了，对，你希望你们再来一次，对，是吧？说前男友这个事我又生气了，他明明答应我了那次啊，他瞒着我啊，他跟他前男友独自出去吃饭啊，你说啊。主持人是这样的，我和你说，因为我和前男友然后还有闺蜜，我们仨以前是好朋友啊，当时我在长沙实习，然后他过来玩，然后他想请我和闺蜜一块儿吃饭。我一开始呢一直是拒绝状态，因为我知道他这个情况会很介意嘛。后边的话就是我闺蜜一直劝我也去，反正就是吃个饭而已。嗯。然后包括后面我前男友他也和我说，他说不就是吃个饭吗，我对你也没那意思了，如果我再拒绝的话就是显得我太矫情了，不是？所以说我就去了呀，但是这也是三个一起去也没有什么呀。